串流。那画面嘞？哦，好了。十点半后提醒馒头吗？要，我只吃了第一次而已。宝可梦，好，有问题。啊，哦，今天晚上结束后就是异步了，所以明天后天会刷异步，然后结束后我们就开始去玩。去跟裂空座玩，哎、欸，就这样。像裂空座比较轻松嘛，不用一直跑图，只要是阻挡就好了。会直跳，噔噔噔噔而已。嗯。啊，可是我刚刚讲说什么？高校玩到一半，你们聊天是一大堆话题，我跟不上哎、欸，什么水鬼，什么上来，什么鬼东西，你在讲什么、啊？想说高校那边玩得很开心，我切回画面看到啊。什么水鬼啊？什么东西？看到什么米袋？不是米袋啊！对啊。没事，水上啊，对啊，这什么水上乐园啊？什么东西？你在聊色色的东西吗？哦，对，然后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个如果兴趣加入 DC 赖群，可以私讯粉专哦。哎，因为刚刚跟一堆人玩，所以 不好意思，就是突然关个麦克风或是关喇叭，然后感谢。哎，然后。然后开台前吧，我就会在玩猴子射气球。然后这次的海盗猴真的超强耶，靠海盗猴打到200关耶。哦，之前因为我一直没有去用那个什么黑暗神、黑暗的太阳神还是什么的，我一直都没去用那个东西。这唯一步吗？对啊，要刷这唯一步。延迟是不是很久啊？我等一下说一二三，你们就打四五六哦。一二三，九秒哦，好，还行，好，诶、欸，快九秒，所以搞不好等一下我问完问题之后，我又开始，我刚讲了什么？这样子。啊，不行，我下次要说，我喊一二三，你们要打我爱你，有没有？一二三，我爱你。我说嘿，你说嘿，那个，我喝个水。哎、欸，日麻什么时候出新角色啊？我爱你，我也爱你。欸、我最近打爱你都会出现妨碍的爱，聊天吃马吉。哦，突然好想吃马吉哦。最近一直嘴巴想动，是想咬东西。营运也太慢了吧？你延迟一分钟哈、哦。嗯原来是爱的部分，对啊。买个奶嘴来咬，不是那个，要也是买那种硬糖有没有，或是消化饼，那是啃，感觉就是真的喜欢磨牙那一种啊。要买那种很硬的消化饼，然后从边边一点一点慢慢咬。好好来我家，现在来我家，马上啊，剩十颗，
看又多了一箱，这一箱，因为真的生太多那个了。鸡牙骨白吃哦、喔！哎、欸，我家的狗不吃鸡牙骨，它们反而不喜欢吃鸡牙骨，很奇怪。哎、欸，不是啊，回答我啊，是吗？那只角色什么时候出啊？而且它现在新的那个活动是啥小？是内战没办法打，对不对？所以明天哦，最近真的是睡太晚了，今天最近真的好冷哦，起不来。好吗？晚安。反正也是想要下午继续起来刷色尾，爬不起来。明明很早睡了。我显示不了。好像更新了，对啊，有更新啊啊！只是它更新的是新的活动，不是吗？我想打麻了吗？没有哎、欸。你看上次太久没打吗？然后还那边荔枝丢出红宝牌，哈哈，倒一番啊！我只是问啊，是新角色什么时候出？然后我再看看要不要氪，因为他是结婚后才会动。还没看过新角，还蛮香的。而且是限定角色哦。看啦，因为现在对新角想刻下去的冲动是一半一半。啊，不然这箱要回去拿了，又要回去拿蛋啦。来吧，娟娟儿子有男的吗？有啊，怎么会没有？看我两只色尾就男的哦。累了吗？只想吃东西，想咬东西。
放生放生，为什么要那么多卷卷儿发射尾啊？这里是快阵亡的韦恩，怎么了？我也快阵亡了。那想咬东西，对。只等下关台后，要赶快先剪片。你们现在看到的片都是前一天剪的，不是当天剪的，是前一天剪，然后，不然。睡到中午下午的时候会来不及剪。我还没看过咕嘟嘟，我们去210号道路看看吧。210哪里啊？这里210210哦110809在上面呢，我怎么没看到？哦，这里哦。啊，嘟嘟嘞？诶，还是201号道路？201，好。敢不草丛敢不敢宽一点呐、啊？繁星有看刚刚聊天室吗？说水上乐园的吗？看一半一半呢、啊。哦，这边够大。嗨，嘟嘟。我就是看不懂啊，参与不了，你知道吗？他又在跟那个跟 Amigo 的玩，所以完全不知道你在干嘛、啊。完全只能说没有话题。都僵了，一切从利恩开始。那晚点把他抓起来打。哦，对啊，我刚刚最后好像是看到谁说，好像聊天室啊，云云讲的吧？妈白痴，你不要说什么聊天室安静之类的鬼话好了。那时候想我玩我的干聊天室 P 死啊。安安 ，S 安安。
你会觉得很困扰，一个一个跟你打招呼，你要一个一个回吗？哈哈。我真的是蛮希望蛋可以一次领，最多可以囤五个，然后一次领出来。都安不就好了？好来，那你都安之后，那下一个又跟你安安怎么办？不要理他。就很像我们之前呢、啊，像可能我在团团台啊、哈基台上出现，然后可能都打个都安之后，然后下面又陆续打个繁星安安这样，然后就一概全部都不理了。你那有没有熔火或是力？熔火之力。No， 我记得龙火之力是不是生长要36小时的那个啊？是吗？而且那个之力我有啦，然后龙火我好像没有。龙火好像是要跟 NP 要到吧？直接回大家安安，没有、啊、我就讲啦。你当你回完大家安安之后，啊，下面又有跟你问安安，哎、欸。都按完再按就好了。没有，我都是有看到，但是不知道就想说啊，还又要一个一个回。当我回了一个，下一个又继续回的话，我是不是要下一个再继续回？你都有，为什么你都有？怎么办到的？你今天是做了82等的宝分，哇！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你是阿亮。你也没再中。哎、欸、这就很，你也太强了吧。你看我中的这么勤，拿的这么勤，我好像什么都没有。没有到全部都有。太猛了吧。各求一颗，他说他没在中啊，可能就一颗吧。嗯。欸、我想去刷王者之阵，用小偷去偷东西的感觉真的很舒服。舒服。好，今天后院是吉利蛋的样子。龙晶跟龙火怎么拿？我是跟 NPC 拿的、欸，哎，龙晶是跟 NPC 拿到的。龙火我忘了，我忘了我有没有、欸，搞不好有，只是我已经埋在土里面去了。我也拿到重复啊，茫茫果、桃桃果那些啊，就一大堆啊。我还是觉得说，怎么好像商店里面跟那个老爷爷给的都是烂东西，有野原石给的是好东西。还是打对仗塔会送，会吗？我看成阿亮我的老婆吗？阿亮我的老密码。累了。阿亮密码是哎、欸。我
我知道爷爷会给好的啊，上次就是疾风跑去问爷爷，好像就是拿到龙晶果啊。对战塔只有努力值的波子。对战塔等我。真的有母的色尾的好不好，这只啊，再加上夜空座刷完之后再去玩。欸，其实我也可以不用在里面，对不对？我可以直接在外面存档然后再进去打，这样我就不会被困在里面的环境，对不对？就不会被困在里面的空间，这样就好，对不对？我的都是宝可梦捡给我的。所以我才会一直都把小鸭嘴火兽放出来。你都拿去换东西，你都没存哦。为什么不存？不存啊？为什么？啊，你应该有中一些吧？不，拿错了。我拿干果球换果球。哦、哇，如果我真的这样骑脚踏车的话，我大腿不。就是怎么样，大腿那边还不被磨破。我之前就是穿牛仔裤骑脚踏车上班，也就是我的，就是其实穿牛仔裤骑脚踏车是很伤腿皮肤的东西，就那时候腿被磨破。晚安，晚安。
那其实高校的时候，刚我家人问我说要不要吃东西，然后我就想啊，真的我是想要咬东西，那等一下买回来的应该是面线。拼到盒子图片跟拼图拼出来的不一样，真的好无聊。大腿两边很痛，要骑脚踏车叫别人，我知道啊，那是以前的事情啊。我家没有软糖吗？想咬硬的东西，你叫我吃软糖。想咬硬的，有没有听过？想咬硬的，哦，馒头时间啊！来来来来来，馒头馒头。谁在馒头点啊？啊！哦，今天白痴哦！我今天每日还没有接，你在哦，好。微笑文，啊，你那边满了，啊哈哈哈哈，那边满了哦，利恩是不是？好，换利恩。阿嬤开始煮了，有吗？哦耶，到了，等一下哦。OK 啊，蜜雅安，初见安，你好你好，欢迎第一次看台，好喵宝贝，啊，哎呦，最近来不及挂台，最近都睡到下午，啊，每次看到 FB， 看到都是啊，两个小时前直播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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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今天心情很好哎，会叫我宝贝，哇，开心。不屁呀，靠腰。啊，还想说你心情不错，啊，结果你居然这样对我。那，啊，最近还好吗？
这三天真的是睡太死了，都睡到四五点，没办法去偷挂台啦。你要听进去耶，我不是不挂台，我是睡过头了，你要相信哦。好像被问罪一样。好像是什么，被抓奸抓到那种。你听我解释，我真的是醉过头，我是不帮你挂台。你看你，哎，你是敢这样讲？因为我的昨天好像是，我的昨天是赚前天的意思，应该要这样讲。哦，那应该是礼拜六那天，哎、欸，你的聊天台我出现过，那时候忘记在聊什么了，哇，完蛋了，越模糊越啊，拜拜，越说越模糊。啊，没事啦，我不讲了，反正爱会消失呢。不是起不来，只是床铺会吸人。对，有啦，那个闹钟有试图把我救出来，可是我用手把闹钟拍下去就继续睡。爱很容易消失，对啊。好累哦。拿东西给我，欸，没有，感觉来吃阿妈的馒头可以不用跑图了，还是要跑一下啊，因为阿妈的馒头还是会到那个，有个上限值啊。我昨天就是阿妈馒头吃了三次啊，后面全都在吃空气啊。有上限啊，你单纯只吃阿嬷馒头的话，你左上角的箭头还是都一直卡在一个箭头。所以就是海胆跟馒头要配着吃，然后再可能再吃一下大辣的图就结束了。
欸，如果第三只还是公的，我是不是就要认命了啊？又是公的，听起来好豪华哦，馒头配海胆。就说去早餐店，他说：“不是你的馒头要夹蛋吗？”“我要夹海胆。”被红出来。哇，鹅肝、乌鱼、鱼子酱、海胆啊，鱼翅、鲍鱼，然后镇魂包子，我是镇魂馒头。海鲜八宝馒头啊，白罗家代代相传，海鲜八宝馒头，鱼翅、鲍鱼、海参。啊，他真的好可爱哦！带一只男的，你就努力打对战塔，然后吃五个银冠。对，我有这样想过了。我就是要抓一只母的兽尾去用那个，可是球种啊，不能是球种啊，不是爱心球欸。你直接给我个金冠，不是啦，不是那个意思啦。哎呀，哑巴果，阿巴哑果。你看哦、喔，我的色尾啊，我的这群色，这里，对吧、啊？普通球，然后地面根基。超级天机地面，不，那个什么重复球，这我们包子你们这边有，真的假的？就只是在包子上面刻字吗？镇魂包子啊，买得到。你比较在意球种还是性？在意球种还是性？可以画上等号吗？就先敷嘛，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再拿纪念球的出来啊。这唯一好看的纪念球啦、啊，球种很简单，没事啦，那个说好说的嘛，就是至少还要再刷五只，四只或五只的异步嘛，然后再是色维裂空座，你会不会想要刷电龙？粉粉的很可爱，还好、欸、他那个粉不算是我喜欢的粉，我是喜欢淡淡的那一种。
不是神奇宝贝的蛋蛋啊。我比较爱吃水蜜桃，某次在路边买了五颗，花了1300，直接吃光五颗，家里至今没人发现我干过这种事情。哎呦，哎，水蜜桃真的买来就要直接吃了，哎，不是吗？很容易烂掉，哎。我记得我那时候不敢吃水蜜桃，是有一次是好像发现开始烂掉了，就把那个烂掉的东西切开，就里面长虫。还有就是从此埋下阴影啊，还有那个什么荔枝也是，那时候荔枝每次都说不会有虫，不会有虫，然后每次剥开都先看一下那个纸的那个凹陷的孔，先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在爬，没有在爬我才敢吃。耶，馒头吃完啦。蟠桃是比较脆的，对不对？骗人，虫超多，荔枝。对啊，荔枝虫就超级多的啊。所以每次叫我去吃荔枝，我都没有在信。真的当我是小孩呢，馒头吃完了，有我回家了。再拿完这颗蛋，我们就再拿个三颗吧。还有三颗要拿，再去花田夫。呼叫晴曦，啊，你吃的怎么都没虫啊？你搞不好把虫吃下去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人一生当中吃会吃多少只虫吗？要有没有吓到啊？搞不好你吃到虫你不知道啊。就有人说，你知道吃苹果最怕吃到什么？吃到虫。他说不是，吃到一半的虫。嗨，摩卡。哦不，我们要多加了五颗。感谢摩卡的订阅，不不不，会员有兴趣加入我们 DC 赖群，可以私讯粉专哦。哇，我想一下哦，我讲一件很白痴的事情。你看，你的 ID 跟绿色真的很搭，你看这个绿色就很适合你。我以前在大陆时期有吃过 U 一类的料理，你是说蜂蛹吗？哎、欸，人家说蜂蛹其实很好吃，哎，可是我不敢，我还是想试试看那种炸蟋蟀什么的，还是炸什么？忘记是炸什么啊？不是蟋蟀，是炸那个狼蛛吧，还是什么的？然后吃起来很像在吃鸡皮，还是什么的？忘记是哪一个昆虫了，说吃起来像鸡皮。就每次就是看国都喜欢看国家地理频道嘛，或是动物星球频道，就有人去那个哪里，就什么沙漠或是哪里去什么采访之类的，然后路过就有人卖那种很像那种棒球那种那个在卖东西的，就一盘都是炸昆虫。完美的，哎，
满满的兔兔。大肠很好吃，跟盐酥鸡一样，但有时候会爆汁。那你讲前面还好，跟我讲说爆汁我就不行了。好啦，我们不要提这么恶心的东西了吧？我们换个话题。你们对于全球暖化太跳了。摩卡要 PK 吗？哎、欸，所以我们先回到原本的话题。我们去抓神兽前不是插死板吗？那我可以插死板的时候存档，就是每次读档都是要插一次死板那样子，这样我就不会困在那空间的，对不对？只是会比较久。还要 PK 哦、喔？不要，你都打输我，都打输我，只会说我欺负你。没有啊，你现在打到哪里了、啊？还在抓吗？因为最近睡得很死，所以米卡嘛，还有你的台，不是米卡是谁？米娅摩卡啊。反正你们两个的台就是，如果是下午开的话都没办法挂台，所以你们发现下午都没看到我了。米娅也是啊，因为下午都没看到叫你什么米娅宝贝了。你打完道馆了，所有的道馆吗？啊，所以你放弃刷色尾了。你知道我怎么会讲到米卡吗？米斯卡、莫斯卡，你都在睡，就很累哦。乘风炸起来也是酥酥，不是啊？昆虫炸起来都还是酥酥脆脆。哎呦，请问一下，我东西拿去炸，你不炸久一点不都酥酥脆脆的吗？你看，薯条好了，好吗？你把蚂蚁把什么昆虫拿去炸，不就酥酥脆脆的吗？太难了，很难呐、啊！所以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神兽刷到四维，那真的是出门小心不要被车撞。你看我那天在刷连闪，刷四维。然后出两个闪的时候，聊天室有人就打、啊：“你小心不要出门被车撞，你这几天不要出门。”这样子，什么东西拿去炸不是脆的，还是有啦，炸弹之类的吗？我是说鸡蛋的蛋，那种东西例外好吗？你看，像冰口又曾经说的，你不会煮东西没关系，你把东西拿去炸就对了。对，那鱼啊、螃蟹啊，什么东西，第一件事情先拿去炸。那黄金传说，有了吧 ？OK， 我们去花田。现在日本台还有黄金传说吗？还是只能靠 YT 上面看？想要看回味，因为我记得最后一次看黄金传说，我觉得味道都变好多，内容变好多，都几乎只是那种一些挑战，可是那些挑战看起来就很不耐看。知道的都老了，还好吧？螃蟹生腌或清蒸，啊，不然就只是
就是那个什么老抽生抽啊，加多一点，他就不怕不好吃了，他就只是咸了一点而已。黄金传说很长寿，会觉得很长寿啊。我小时候真的好爱看黄金传说，只是有时候看不下去。那个一万块过一个月生活，我之前看到一个一万块一个月生活的挑战哦，然后被炮轰得很惨。那个人啊，那个人忘记叫什么名字，他在就是形象就是一个梳油头，然后乖乖牌的那种衣服。然后另外一个挑战者是好像是一个也对啦，反正都是艺人啊。然后一万块一个月生活，不就在跟你讲说一万块怎么节约，然后怎么生活吗？然后最惨的是那个梳油头的，他的一万块一个月生活是在玩忍耐的，就是他都是两三天不吃饭，这样子在省，然后就很像已经违背了，就是要人家就是说一个月那个。一万块生活的意思，不是叫你忍耐，而是叫你节省而已。龙兄虎弟哦，你是说费玉清跟张飞吗？不是，那个节目是你还没出生的节目。不是，你知道这节目是知道这节目，你看过吗？啊，所以那时候也一大堆人就是很反弹那个是用忍耐再过一个月生活。你看哦，今天只是要你活一个月而已。那如果今天叫你长期活下去，五年、十年，你每天都是两三天不吃饭，那看你怎么活这样子。然后最后他还是那个忍耐的最后当然赢了嘛，因为他好像结束后还剩下3000多块钱，但是就是被很多人炮说我不好看难看之类的。龙兄虎弟是我国小的，想一下哦，16、17年前的那个呢。可是我知道，我也知道很多东西呀、啊，拜托。好啦，木木晚安，早点睡哦。可惜你不能一起见证母的色为君君而出来的时候，来送你离开，目送。目送，离开啊！猪油头，你说的日本的吗？对啊，也不是，我有点难解释。冰口油头，白痴哦，没有啦，是他的下巴有一颗痣。但我可能要找一下，你等我一下，我找找看。黄金传说一个月万生活忍耐，看看有没有打关键字。我刚刚看到很像的呢。有字的，对对对对对，好像是右下角。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
网址太长，白痴哦、喔。哦，他叫春日俊章。他叫春日俊章，来来来，我分享画面给你们看，这网址太长了啦。来，这个人，就这个人，他就是全程都是用那个怎么讲？他洗澡跑去人家公园的那喷水池洗澡啊，然后不然就去海边，那不是海边。忘记了，就是吹风机那个要很洗完头要吹头发，去人家那个冷气机的那个室外机那边吹头。对对对，他叫春日。然后我其实很不喜欢他，因为他实在太让人讨厌。可能是因为他就是艺人，可能他就在扮演他这只角色，因为很多艺人都是扮演那个，就是可能经纪公司给的形象嘛，可能就是要给人家那种自大还是什么的感觉。还有吸排烟吃饭，我记得他就是过做一些各种奇怪的东西。那就是整个浪，我真的很不喜欢他。哇，结果没想到真的找得到哎！我想说参加一万块的生活，一大堆人参加，结果找到了。哦，我又找到了，等一下哦。啊，怎么刚好被截图？等一下啊，算了，不弄了。我比较喜欢冰口，我也喜欢啊，就冰口其实很多屡败屡战嘛，就是有运动家精神，可是就是他有一次有几次想要继续参加，然后被节目单位阻止啊，就是因为他一万块过一个月生活，你看哦，正常人如果一万块一个月生活会怎样？可能营养不良啊，就是会体力不好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他那时候其实就是越参加体力是越差，然后而且还要上节目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制作单位其实有在考虑说就是先不让他参加，但他就是坚持嘛，因为他每次坚持就是带着他那只护斗那只鸡在生存，可是养鸡的开销就是先一笔了。虽然他是说每次都可以吃到新鲜的鸡蛋，可是我觉得鸡，饲料的钱跟鸡蛋的钱换算下来还是很不划算。摩卡也是屡战屡败，你是说跟我打架吗？啊，谁叫你对玛丽露不尊重？我就说你不要被玛丽露打哦，玛丽露是很强的哦。后来才知道瑜伽之力也很强，瑜伽之力也等于是玛丽露的大力士的特性，就是悟空招式两倍，难怪那时候恰雷姆的闪电拳打我那么痛。他之后买鸡之后的每一次参加都是先去买鸡饲料啊，印象中有一个人出海钓鱼。所以冰口每次都是拿着鱼叉嘛，然后跟一锅油，还有锅子，然后每次去参赛的时候，他不是那个字幕上面都会写配方之类的，那配方都是油、盐巴，然后油多少克多少元，盐巴多少，然后多少钱，鱼不用钱，章鱼不用钱，螃蟹不用钱。我还是喜欢看那个啦，巨大化生物。之前冰口有挑战那个巨大章鱼，那时候是看了有分上下集嘛，两集我都有看过。
然后还有个巨大生物是三猪，我只看了上半集，那下半集我真的找都找不到，我真的很想找我已经看了上半集三次了，那下半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面做的米哦，他不是还找他的朋友吗？还是谁找他的晚辈？他自己跑去睡觉，给晚辈那边搓，把面面团搓成米，还开着还开着啊！现在在聊黄金传说的冰口，对，对吧？然后最北区的他有一次是，就是把炉火点。因为他们那时候是用那个天然气吧，还是什么？然后就是瓦斯炉点火，然后关起来，点火关起来。他说这样子可以很省，就隔天他的瓦斯费用爆了五倍，那吓死！我记得他不止搓一次，对不对？他之后挑战也有几次，因为他的那个伙伴就是说不要你都会骗我，他说不会啦，这是真的不会啦。然后前面真的不会，可能搓个五六颗，大家都说他先睡了。我觉得他伙伴真的很可怜。这是笨拙，哇！笨拙到底好不好啊？既然都有这个特性呢，还是就是因为怕人家用戏法换技能过来，然后笨拙。你看啊，笨拙的介绍就是说，无法使用持有道具，所以我才会说我那时候还伺服器，还给他带什么一般石板啊，讲究围巾什么之类的。难怪我那时候带讲究围巾，我可以用其他技能，因为这主要也是。人家怕戏法换过来吧。印象中东京那一集也是瓦斯爆表。哎，我的头好痛。笨拙主要就是玩交换特性，对啊，就那时候想不到笨拙能干嘛，害自己。你是说那个针吗？附着针吗？有些道具会粘到别人身上，为了防止。因为那时候想到就只有技法换一个力量，我讲究叉叉。不是力量戏法。那时候戏法不是很多人都是玩那个吗？等你第一场玛丽露复古，那你就只能用戏法换个讲究什么东西换过去，他就只能去复古。我一想到就只有刻这个东西了。而且最近，直播到11-12点吧，然后就休息一下，然后Amigo那边的通话也比较少再继续，所以他们有时候，哇，什么Amigo里面人多了几个这样子，那时候就想说，哇稀客这样子。然后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聊那个大集结的东西吧，还有他们麦块的EGG 的东西。我想说进去好像也没有话题吧，就继续默默的在看看他，没看放火台。我看一下现在是我
我想今天放火，他要不是因为那个他的企鹅那个泡沫光先用完，不然他那只金色鲤鱼王估计是直接被那个泡沫光线打死，因为看他点那个战斗泡沫光线的速度很快，我觉得他如果泡沫光线还在的话，他一定被打死。那现在是崩溃在电脑桌前。像我第一只刷到的那个娟娟鹅嘛，我就。生出来那一瞬间，我是觉得很没有真实感，然后才会继续刷第二。那第二只是昨天刚诺英突然打电话过来刷到的，那可是可惜又是公的，就觉得哦，好可惜哦。我在想说，第三只公的话还要继续刷下去吗？因为是真的想要一只母的娟娟的，虽然可以用金冠锁上去了。哎，因为我之前听谁泰达说吧，有一个国外的人，等下有车，像比如说可能就是像泰达喜欢沙奈朵，对不对？而且早期那时候没有金冠，那时候就是改兽很猖狂，然后就是我可能手工孵一只色尾母的拉鲁拉斯六 B， 然后可能就是特性就是刚好是他要的特性，然后反正就是用到最完美，然后送给他，然后就是很，然后他朋友就觉得说这是改兽，直接当他面前把他放生掉。哇，我看那个哭出来耶。当生日礼物送，就被放生掉。哦，对耶，我们还有五天就要聚会了。我要去买那个，我在想说我要去买那个纸吗？包装纸，还是我用？因为我们交换礼物，我们要用。我在想要用包装纸好，还是要用那个，就是人家寄包裹用的那种纸好啊？我想说来点不一样的吧，我就用那个寄包裹的纸，然后上面就画缎带什么之类的，这样我是不是很有心？是很棒。反正礼物那些都要拆嘛，我想说，那我自己手工用画的。我觉得包装纸比较好吧，啊，我想说给人家令人难忘的感觉有没有？我什么都用画的，去金玉堂还给店员包报纸，然后画上缎带在上面。哎，不然我就是用那个包装袋，然后去用报纸剪成缎带的样子，然后绕着花边，哇！你怎样？你现在在打架是不是？我们就只能限定一只宝可梦，要不要？我可爱吧？我们是叫金石堂啊。我卡只能带一只哦。来吼，来啊，来啊，来啊，判！我们去八八，一吸什么？等下会挂掉哦。你还在直播欸，我看你还在直播欸，是吗？等一下，你头像也太好看了吧？你在干嘛？好，这是我妈妈帮我画的。不是啊，你现在是有在直播吗？
啊，对啊。你在直播？对啊，哎、欸，等下我忘记开你的声音。对啊，我在直播啊。白痴哦、喔！我直播偷滴滴啊。然后看你在直播，来啊，八八。好好好好好，八八八八。你不准用早完吗？那我换一下。我会崩溃啊！那我换一下啊。哦，被限制，那你不能用梗鬼哦。不行。我只有梗鬼。是就没有了啦。我只有梗鬼。我都不行使用，没有宝可梦用了。对啊，不行啦，我要有梗鬼。那我还有什么？我怎么可以玩？你又想干嘛？没有干嘛，我能干嘛？不知道哎、欸，把我打烂吧。好吧，不试试试看。来吧，你到八八了没？我到了，我到了。你、欸，哇，大量金属魔发生哦，真爽！不是哦，开台好好开台，跑来第一台干嘛？你又不是末音。我在想低不行吗？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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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加会员呢。对啊，我说你结束了嘞。没有啊，我还在开。我今天要打完宝可梦联盟。哦。那是布布的声音吗？布布是兔子哎、欸，我不知道兔子怎么叫。那是什么声音啊？鸟叫声啦！只带一只，你带六只，你在干嘛啊？啊，我就没有啊，我就哎、欸，你带六只哎、欸，哎、欸，不能让它出去吗？不然你就放弃吧，你等一下就认命啊！六只还打不赢你，这样太羞辱了吧？等一下，我觉得我会被羞辱。啊，没有，你选一只就好，你选个一号，然后按下面完成就好了。啊，我刚选了一号了。然后你选这下面完成。OK。那就好了。我要被打了，怎么又是他、啊、我就只有梗鬼，你想怎样？不是啦，我是说怎么又是这个名字的啊，不然我下次换另外一个名字，然后不是梗鬼的也、欸、不是有打你没效果哎、欸、好哎、欸会跳舞哦，哦哦哦，好可爱哦！你舍得打他？我吐他一颗螺丝。拜咯拜咯，他是可爱的，我被他可爱的长相蒙蔽了啦，赢了耶、yeah、你知道我们泡芙的厉害了吧？很厉害很厉害。你现在打到哪里啊？第几道馆？打完全部道馆，然后我忘记拿盘铺，因为我忘记跟 NPC 跑。你跟我们杰克一样，狠狠的跑过去，对。
所以我刚刚就很快乐的跑走，就奇怪，我不是可以用了吗？然后观众就说没有，你没有去找那个站在沙滩上的人讲话。你知道他是经营版的那个吗？玩 NPC。哦，真的、哦？对，他是钢系的 NPC 玩。哦，他就这样被我狠狠的无视掉。对啊。都不提他呀。没事，好像很多人都忘记他的存在。哦，我终于跑回来找到他了。哦，所以你路上很顺利是不是？你是喷杀虫剂过去的？我喷金色喷雾，然后把 NPC 打一打，哦，然后就过了。嗯，你现在要打吗？你说打那个宝可梦联盟？对啊，对啊，加油！好，我会的，我一定会打赢。我总有一天我要打赢你的。嗯，好，我等你。四六只耿鬼，你要怎么赢我啦？我相信耿鬼一定会赢的，耿鬼不会输。耿鬼没有输。是你太坏了。没有。我看一下我耿鬼几等，不然用我的耿鬼给你打。好啊。不行，我耿鬼还没学技能。对，我有帮你进化一只耿鬼。你进化？对啊，就那一只啊。然后你帮我进化了五只。妈，动画看有够久了，快气死了。辛苦了。没办法嘛，我没朋友。明明就有你的观众，明明就那时候在打对战塔。没有，那个时候他在爬塔，所以没办法。对啊，我就说打对战塔，明明就有朋友。但是他没办法。他有办法，只是你太急了。你急着要把鬼斯通变成耿鬼好吗？因为我就想要带着六只耿鬼在路上跑。跟别人换了六个散弹，什么散弹？什么的弹？所以他们真的都是玻璃鱼王，然后看是第几颗是散。那再重新开这样子。那刷色为神兽辛苦了，加油！我现在已经不想再刷了，我好累。我大后天就要刷了。哦。应该说后天的晚上。如果我今天打完的话，我接下来也就是开刷。因为那时候我看浩皮他贴了一个网，就是有人会敷。一批30颗鲤鱼王的蛋，然后如果这30颗鲤鱼王有蛋的话，就是都不存档，就是独档重新生。三十颗，就是这30颗要生之前先存档，生完这30颗后都不要存档，然后就是生出来看是第几颗有孵鲤鱼王出来的话，对吧？就色尾有出来的话，就独档，就是放那个你要的宝可梦上去生。好像就是，比如说那时候生鲤鱼王是第17颗是色尾，然后如果第17颗出来是色尾的话，就是独档嘛，就全部重生，那就放你自己要的，然后第17颗就会是色尾。哦，原来还有这种鬼方式哦。那时候看到文章是这样子，太酷了吧！好，之后来试试看。如果你的 2.0 是你现在大头贴的样子，我觉得很棒。这个是 1.0 的样子啊？你 2.0 是怎样啊？我可以抢先体验吗？这个我们私底下聊。哦，可以事前预约吗？可以，事前预约，储值送那个传说卡之类的。散弹的价值比伞还贵哦。不然我就说那颗蛋啊，它的价值是哪里还贵？因为名字是你自己的吗？加入会员，输入 VIP 666 VIP 888，就可以事前预约了。因为生出来是你亲名的啦。
那、啊、你是用什么代价去跟人家换到六颗蛋？这什么烂梗？烂魔法？啊，就网络上面学来的话，人间不是都这样 ？VIP 六六六 ，VIP 八八八。现在不知道林正英联名单那个、啊、林正英什么授权手游？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我有看到，我觉得超莫名其妙的。送那个 cyberpunk 的风格的黑白无常，素果，不然有什么好广告？你们说嘛？我跟你讲，如果你刚刚用的是我那一只的话，可能会赢我。真的？嗯，因为我说过，我给你的那只是有练过的、啊，不是练过啊，就是能力值开始比较好。所以如果你要后面练什么努力值之类的话，你那只只要可以拿去生蛋，可以拿去配种，那生出来新的话，你再拿去吃努力值的东西，就变更强。哦，不然我打完这个人，我换成你给我的皮克奇，我们再来打一场。现在散弹可以改，有个晚上可以预定，我预定。改什么？爸爸，你是说改他改什么东西？你是说可以帮我预测说我第几颗会出，是不是？还是什么东西？有吗？如果说是预测我有第几颗会出的话，那个我愿意玩，我就可以啊，把这个蛋随便生。有哦，那要搜寻要搜寻什么关键字？我去查查，应该说我去玩玩看。不是，是给你一定出闪的蛋啊。幸福蛋很可爱，但是我现在打不赢他，他一直回血，然后我打他，他又回血。然後那是什么鬼东西啊？那会不会是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个打对战的，他整队都是高 V， 然后闪光的，是不是都是弄出来的？没有，摩卡不是宝石沉默，摩卡现在是头很痛。改兽、哦啊，那就，哎呦。不是，我是想有没有是知道我第几颗啊会是，应该没有办法。不是每次都是4096分之一吗？好扯。刚刚绝对不是打到恼羞成怒啊，真的啦，绝对不是我终于把他耗完一半的血，他生一颗蛋，他就全部回满血，然后我就恼羞成怒关掉了。对啊，谁生蛋？没有，我在冠军之路遇到一颗幸福蛋，然后我打他，然后只能耗一点点血，然后他就生蛋又补回来，就我终于把他封印住了，然后打完他一半的血，就他一生蛋又全部回来了，然后我就。幸福蛋就怕格斗招啊，可是你耿鬼都是特攻招，没办法。我只好换成别的东西。我要带一只酷东西。你说的预定是有人会换用一颗改的散弹给你这样交易吗？
格斗有特工招啊，哪一招？摩卡去学。啊，哪一招？我不知道。想说格斗是都武功招吗？我刚刚换成胖胖猫，我准备要再去殴打他。对呀、啊，哇，好吧。窝导弹哦，好吧，对付我了。他学不了吧，耿鬼。耿鬼应该没办法，耿鬼能学的技能其实蛮少的。很少啊。但是他很可爱，他赢了。来准备被按在地上打。我有。那我是不是要练一只吉利蛋出来跟你打？因为吉利蛋的物防很低。特防很高，解又很多。那我就拿别枝跟你打。好啊。但是我还没练它，我刚抓到它。你看到它，你不能生气哦。什么东西？你说那只很胖的猫？不是不是。啊？你抓什么？我今天抓了很多很酷的东西，然后帮他们取了很多很酷的名字。然后有一只就叫繁星前辈，反正你拿抓到的宝可梦很难赢过我了，要自己生出来才比较强。啊，我一周目就还没过。我知道啊，那所以他怎么赢我？不知道哎、欸。用精神胜利法吧。这样我会，那叫欺骗自己吧。我会赢，我会赢，我起来，我会反杀，我可以反杀。自己坐在椅子上哭说，我赢了，我赢了。那种还是在欺骗自己。他是不是喜欢我？最大的错觉就是他是不是也喜欢我？爱影拳，可是他就是物攻很低啊。波导弹、真空波、蒸汽弹，有办法学啊。不然你打一般系会很痛苦。虽然炽天王没有一般系。啊，那就没差啦。嗯，但我有。我就练一只专门殴打你的。来来来来来。我就练六只早王来，我会哭。我就练六只早王来啊！好不容易三只打零一只早王了，第二只早王出现。好，我直接哭给你看，我直接跳 game 哭。好。我在冠军之路遇到耿鬼。我的那位是什么啊？卷卷耳是不是啊？对，长耳兔啦，有。那个我。他、啊、你四天王有一只卷卷的长耳兔，可以打的。有啊，我跟他讲说你每次都学同命啊。没有啊，我有十万伏特跟那个魔法闪耀啊，可以打。是啊，同命比较强。我也跟你讲过了，你只要带同命跟什么活力碎片，你就会赢。直接把他们送上去，不是他送你下去，跟着下去，然后下去之后你下一只，对。学第五十二蒸汽弹，炽天王也有早王，哪一只啊？第一只对不对？第一只是地面系的，
哇，第二只，第二只，想起来第二只。啊，我不能剧透你啊，他每只都有找王。没事，他的找王一定没有我强。你这样想，好不好？只是等级比我高了一点点。那感觉好多了，不会很痛。对，他的找王没有这么鲁调。你的找王真的太过分了。反正可以更过分，好不好？我那时候是为了抓那个抓神兽，还学了会睡觉的那一招，但原本没有睡觉那一招。那个真的太烦了啦！灭亡之歌也不错，可是他有办法撑三回合啊。你就黑色目光加灭亡之歌。突然的是6V 加爽浪，一周目就6V 了哦，还是二周目啊？欸，我拿到了我超会的招式，欸，无敌取闹。是吗？我超会无敌取闹的。你是说对谁？对你啊。对帕路奇亚。你对我无理取闹有过吗？来啊，你用那招打我啊！没有，我是说我平常对你没有啊，你也没有对无理取闹，没有好吗？前辈护心啊，来呀、啊、来呀、啊！护心也没有啊，你没有整天找我护心啊，上线点个爱心而已啊。那我现在开始无理取闹。来来来来来。一周目就6V， 你真的假的？可是，一周目看不到不？对啊，应该是有人用同样的夜咬路杀跟他尬吧，测试。哦，只能这样猜了，因为他们都会念电努力值啊。所以只有我在，只有我。啊？我们又要面对我们的幸福蛋。嗨，铲铲早安。他被秒杀了。为什么？没有，因为我刚刚换了一只来打他。你的耿鬼呢？没办法，耿鬼打他打不赢啊，我只好换成胖胖猫啊。不是啊，你的坚持耿鬼症呢？没有，他已经把我弄到暴气退出去又进来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坚不坚持的份。哦，已经不坚持。对，我已经被他搞到崩溃。你要把那只胖胖猫命名为耿鬼才对啊！这样好笨哦。所以才说这版不是新手相。对啊，我觉得日月跟剑盾比较新手相啊。你看他那个哈乌跟赫普。一直会鼓励你耶，应该说越后面的版本越新手像吧。你看哈乌，看看赫普，对，哇，你真厉害耶！哇，你已经知道了属性相克的原理了。这好像在教小孩。对啊，那时候看感觉就死了，而且都是那种很傻、很呆、很正面像。其实这样还蛮棒的，是很适合小孩子啊。啊，像你打那个神兽，就是打 BOSS， 你如果很规律的正常打，你一定打得过。不要去打什么白痴，不是，不要去打什么队友，打一打打到就到后面过不了。来了 ，Hello Hello， 我现在已经在怀疑自己能不能打完这个东西。对啊，要选克数的啊，被克数的。
你有看过劲敌是你选水系，他选火系让你打的？你知道后面两个版本都是劲敌是选贝尼克的，因为喂，你知道为什么劲敌后面都会选贝尼克的吗？为什么？因为有只宝可梦叫伊布啊，伊布有水有。有水有火有草，所以你不管选哪只，那只劲敌的那个伊布一定会进化成你的克苏。好糟。不会啊。哦，是变成我的克苏。就是一开始你克他，然后后面是他的伊布克你，让你选火嘛，他的伊布就会变成水晶的伊布来打你。哦，这样其实还蛮悲哀。这就是前面让你克啊，后面换他克你。不克。突然烈咬一周目速度就221了。哇。对，我就是说那位实况。欸，我不过我讲真的，我跟聊天室说。欸，我讲真的。我完全对菜渣在玩剑盾的记忆完全没有了，欸，我完全没有印象说我有陪他玩，有 我只记得我有陪他玩剑盾，可是我没有印象说我陪他玩这么多的剑盾。如果玩家对玩家打架，那70皮带会不见吗？观众，那代表你可以玩剑盾，不要，他拖了那么久才上精华，忘记合理。对啊，而且那是两年前的东西耶。我突然想到蛮干加70皮带，然后再加上那个什么，再随便一个新制造有没有？那个双掌二啊，那个能电光一闪或是水流冲击。蛮干，那时候想到哦，蛮干是血量跟你一樣，那如果都一致的话，再配一个心智刀，哦，好爽！你这边有闪光苍翔跟藏马兰特的序号哦，哇，真的没有想玩。我现在玩出发太低了，那太慢了。但是你每天都很努力在玩，我觉得应该还 OK 吧？不是那种感觉，就是现在那边的环境已经就是，可能都是那种6V 随便送啊那种感觉的，懂吗？哦。所以就我那边可能还在慢慢弄，或者是跟人家要其他那种高 V 的，但有啊，有几个就说如果来玩的话，直接给我什么东西之类的。备受宠爱，我知道啊。啊，只是我是觉得那环境已经不一样了。拿来实况又不太对，因为那边的环境还是偏就是 PVP 的。因为你已经满等了，已经都毕业了，只剩下就是跟玩家互打这样子。我想，如果我真的在动身之前有 Switch 的话，那时候动身可能就是也是抢第一首吧，跟剑盾也是会玩，打 NPC 道具才会消失哦。一定是玩爆啊！我突然想到，我可以用一只两等的打赢你了，你信不信？屁呀！你说打赢我的耿鬼吗？对，打赢你50等耿鬼。我要带你送我的。你知道我打他是不是？没有，我只是想到，如果真的要的话，你会被羞辱，你是会被羞辱的哦。你打，现在征战5V也是随便送啊，啊也是啦。那有没有5V色为娟娟的啊？要色为的哦，要母的哦。一等就可以打赢摩卡，没有故意讲，故意两等有没有？下次就说我要用一等打赢你喽。真的可以啦，你信不信？我不信。好，我去准备一下。
我去搜寻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哦、喔。阿路这打你怎么办？我们要赌什么吗？我撕你。好啊。我不要好了。不要好了，将会被人家有遐想跟猜想。大家不要想太多，我跟前辈是很正当的前后辈关系。你去真正看的话，应该是有筹码会很高。但是筹码会很高。哦，你是说去社团争吗？争一只社为卷卷鹅，还是卷卷鹅的蛋？那等第三只出来吧。真的没有在，我在慢慢升。可多啦，那被技法控制的。啊，你说一等吗？你确定不是会被打死吗？哦不，我敷完了。好，等我一下哦。你真的要两等来？我去扫，我去查查看能不能用，不能用就不能玩了。完蛋了，摩卡等下有几率要被羞辱一番了，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好像是，如果刚刚那个算的话，那就是第三次。哦，好像可以哦。我去查一下这只宝可梦，但是要梦特哎。哦不，他要梦特才行，我要去刷一下。哇，那可能明天才能跟你打。好啊，那今日份的羞辱结束了吗？对。换到菊草叶的散弹呢？那你换到有娟娟的散弹再跟我说。飞行一般，没有，因为这招技能打幽灵系是没有用的，所以要用特别的东西才能打到你的。我觉得一定会是那种我看的会很崩溃啊，我觉得超怪，但是就这样发生了。他也可以吧？不是，他是近身战。您是这条路。在冠军之路迷路很正常。很正常啊。好欸。太棒了，我不是只不是只有我是路痴。很不正常啊。我要去补你之前的档，你一定也迷路过。没有啊，你不要去查，你会更难过。没有发现这怎么只有我出不去？我相信一定有其他的实况主出不去。布卡利又怎样？不是啊，蛮干是格斗系耶，我们需要的是。是这只的梦特性啊！哎，好去了。我们需要这只的梦特啊，叫胆量啊。是我，这是，应该这只吧。哦，不是，博士啊！刚刚无聊来报道了，波壳忍者哦，好笑。
那脱壳忍者有蛮干吗？还是他有什么类似蛮干的招？我突然觉得我都拿到改兽蛋了，难怪筹码这么低。没事没事，拜兽梦特，我知道啊，很多梦特都是蛮干啊，可是现在要刷的话，只有。有母克音可以刷，我可能这里可以说我上次不死战，哪一个？你再打一次好不好？欸，托可能者怕什么啊？现在洗澡，好，我会再去敲你的。我吗？不是你啦，你要洗澡、喔。没有啊。你要洗澡再跟我说好不好哈？好啊。来挂台画画了，好，你好，晚上好。你好，我也好。我记得他有怕四个吧。探探想怎么了？特性互换，可是那是技能吧？哇，你这招好恶哦！有伤害的天气飞行啊，那不行啊，托可忍者他打得到我啊，不行啊，我觉得他第一回合就可以把我打死。真的迷路了，完全迷路了。你萤幕分享了，我看了，我受不了，快点萤幕分享。等等哦，比速度啊。哎、欸，等下，我只能分享我的 OBS、欸。对啊，你就分享 OBS 啊。哇、哦，好。右边。右边。往上。哎、欸，往下。你在哪里啊？好，继续往上。你们等我一下，我来带路子。往下。往下。对啊，左边倒过去。左边。在哪里啊？你好前面哦、喔、很前面吗？往上，往上啊，这边，这边吗？往上，再往上啊。欸，是这里吗？是这里吗？我可能要私下才能带你，慢慢走好。哦，好。好，你先关掉画面，我看你。OK， 还好还好，我这边还是绿色，我先关。可是我还是觉得。两回合就可以秒掉他，干嘛这样子撸他、啊？对不对？我们先去锁看看有没有，先锁第一只，我们再锁第二只。好，小鸭晚安。哎、欸，等一下过十二点我要开始刷衣服了。啊，熟了！好爽啊，好玩啊。我好像找到了一条路哦，哦，都是蛮重的。
哎呦，我遇到了真的皮可西呀、啊，好笨啊！哎，怎么？没事，对不起，不讲话了。要花还只交一格的，已经遇过不知道几次了。有啊，你这招你那天有教过我啊，这一道又很难呢。没想到我会在这边锁这个。恩母安安。啊，不是你，冰酸冰酸。可以带幸福蛋打耿鬼啊？不是啦，那是要想办法羞辱他，不是要打他、啊。已经不是单纯要赢了，现在只是想要羞辱而已。只是我要跟他讲宝可梦还有什么样的打法。对，但不是我知道很多打法，只是我想要。啊，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是两下就可以秒了你的招式啊！我要先弄到，弄到可能就到明天了。明天再来羞辱吧，以后我开宝可梦台就来羞辱你。没有啦，我是跟你讲说可以这样子玩，可以这样子羞辱朋友。哎、欸，不是，就算我好像也没有先自招，我看一下、喔，看一下哦、喔，有没有先自招？压电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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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刷电光云虫比较好。如果我换到散弹，好像只有小巨肉比较不像改的。怎么说？开玩笑，到底有没有？我怎么记得那时候好像……算了。啊，他打得好痛哦！现在滴血，好险我有全满药。能力值烂啊！哦哈哈。不是啦，我要跟聊天室啊，你干嘛啦？我现在玻璃心嘛。为什么？你怎么了？我刚说你烂了。哦，直接说你烂。啊，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对你目光。啊，怎么没有大王宴？怪，一拐怪。其他全六 V 哪有那么好的事？所以你是用什么？你是用什么东西跟他换？哪几样？哪几个果实跟他换？啊干，这不是不是不是。复古跟讲究头戴。你要小巨鳄的散弹吗？不用了，不用，不用。
没关系，不用。我靠，按错。哎、欸，好像没按错。家门鸟，分布没有，分布，对我正在追踪。它叫胡马、欸，感觉好好吃哦、喔。胡马，有个资深训练家胡马，你知道啊？问他抽不抽烟呢、啊？被加分了。来啦！晚安，晚安。屁嘞，十二点了，对啊。哎、欸，对，十二点哎、欸。你要关了没？我看今天能不能走到走离冠军之路。我冠军要打完才睡啊。啊，我现在还在迷路，跟各种被各种人挑衅中度过。哦，好了，开始发梦特了。你很想要明天羞辱我哎、欸！我们好不容易哎、欸，好不容易抓到哎、欸，这边其实这只不好遇哎、欸，好不容易抓到，然后就可以来羞辱我了。看这边草真的跑得很不明显。换到菊草叶、利诱路、丑丑鱼、圆路沙、小巨鳄、小猫怪，小猫怪还可以啊。还蛮好看的啊！我干不要，但有可能是改色啊，我知道啊。只能自爽，就不能拿出来啊！哎呦喂啊！哎，那小草吧。繁星前辈等级提升了。那你是带谁啊？不要被我知道、哦。不能被你知道。我看到了，老王，你怎么在？你怎么在混元之死啊？没有，要让他升快一点。不是我想说拿你来羞辱你啊！哦，那我可知道他怕的是什么？谁羞辱谁，我就不知道了哦。好凶啊！不是啊。
自己的角色怕什么？自己一定是知道的啊。感觉我脱离不了被你。感受你不能拿去打网络对战，也不能拿到红，是怎样？是会自动屏蔽掉吗？结果今天说不要被抓到，但还是被抓到了。你自己讲出来的，你不讲我会去看你的台。我想说你可能不在乎。我不在乎啊。我就拿泡芙打爆你。你不在乎我的。嗯，都不在乎你。你不在乎我们。你吗？我。你怎样？你不在乎我的。你这么皮，我抓起来打。我就皮呀、啊。你都在羞辱我哎、欸。我没羞辱你啊。我只要让你知道宝可梦是多恶心、多恐怖的世界，快离开！我直接被狠狠的抓起来打。还记得一开始你在玩的时候 ，NPC 跟你说什么？草丛的宝可梦是很危险的，懂吗？草丛的前辈里面是很危险。他没有告诉我我的前辈很危险。来跳出来打你。他会直接羞辱我。跳出来！哎、欸，打架啦！打架，打架！然后他就被羞辱。这是打架，羞辱，羞辱，羞辱！明明可以很快就打赢，然后就羞辱你，慢慢的折磨你。不是啊，是可以很快结束。你只要换角色让我睡觉，也没办法。我就六只耿鬼嘛。啊，对啊，你睡完之后，你可以硬撑撑到他醒来为止。你硬要换下一只，让我继续睡啊。谁知道你这是打算每一只都睡吗？那谁知道，对不对？六只都全部都在睡觉。蛋怎么不蛋呢、啊？草怎么看起来都真的跟大草一样？哎、欸，你刚刚好像快出去了。哎、欸，真的、哦。哎、欸，你说走来这边？我不知道哎、欸，这里是哪里、啊？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我多久没走这里了？看哪里有人就往哪里走吧。我相信他们会指引我到我该去的道路。要梦特，不是要胆。地图好大，而且都是冠军之路很大、啊。哇，好烦哦、喔！但是到这个时候放弃已经来不及了。把跟着人走，应该就会走到了吧？这应该是最聪明的方法。被他们搞，他们也是迷路的、啊，你有没有想过？应该不会吧？他们不会都跟我一样笨吧？怎么办？左边那个是不是大草啊？哦，好迷茫哦！看一下宝可梦捡到东西。哎、欸、有哎、欸。
你会死回去啊。我刚刚有存档。我没差，反正你快死，你再把箱子能用的宝可梦统统缴出来，就不会死。他们就是你的好上药。你在笑你的宝可梦？没有。你不尊重他们，他们怎么会尊重你？难怪皮可西会不听话，装傻装死。没有，他现在很乖了，他现在都会听我的话。他当然乖啊。在做什么？看起来很开心。现在抓一只宝可梦要羞辱了。他要羞辱，先不要羞辱我。这样，你要说你刚好有一只梦特的奥普剑，哎，铲铲洗完了，我就不跟他打。偷偷跑，我就偷偷跑。有了，羞辱行动结束。你抓到我，我要拿去生他了。太扯了吧！哎、欸，不行，我不能一等学。到37等，哇！哇、啊！加油！所以我要练到37等才能羞辱。对啊。啊，我觉得一等羞辱比较有感觉。好可怜哦，不能一等羞辱我。对啊。我好初想，我不会被羞辱的那么惨。一、二、三、三、三、四、二。现在不打，以后会很麻烦。图鉴完成。啊，真的、哦、好吧，那我只好去打他一下。对啊，你如果后面有，你如果要长期玩下去的话，你就乖乖一点。嗯。不然你东扫一个，西扫一个，真的很麻烦。好吧。抱网带狗狗散步，预防来不及回来，先说声拜拜。好，拜拜，欧云爸爸，拜拜。哎、欸，我不用，没事。你有想到什么羞辱我的办法？不是啊，我只是想说我等下直接练他就好了，我就不用。我羞辱讲那么难听，你刚刚自己也在讲羞辱的。还好这只没有那一招哎、欸，等下他使出那一招，死的是我哎、欸。来，你影子分身，我球还是丢得中你。现在说安会不会太晚？早安，早安。来，这就是我们要的特性。啊，等下来练它。
哇，都种满了哎，我们去收果实喽，各位。黑糖安安，黑糖早安。阿嬷的馒头吃得好吗？有没有吃撑啊？今天是耐久彩，没错没错。还有一次可以吃。我卡在疯狂的迷路。好，好吃好吃。我突然想到说，如果你打输要怎么办？我觉得有点过分，想想算了。我已经输你三次了，你还会想这个吗？不是啊，我是说打输的惩罚。你是说惩罚哎、欸？哦，惩罚哦。对啊，打赢有奖励嘛，打输有惩罚嘛。啊，前三次都已经四十分，对吧？对啊。对啊，啊，这次你自己说可以惩罚什么？直接来的时候，哦，你认真哦。因为我不相信你两下可以把我打死啊。那可能会到三下。刚不是说两下吗？你要看你的造化啊。结果发现一下我就掰了，不可能一下死，也可能啦、啊、也是有可能，不过要用点东西，先不要，想说两下就死，有点太过分。又不是叫你什么倒立吃，用鼻孔吃拉面之类的，这个太痛了啦！对不对？这就很过分啊！拉面都来不及吃，还叫你倒立用鼻孔吃，而且我还不会倒立。不会啊，教你啊！不是你倒立不用耸撑好不好？你用头顶着地板，人反过来就好了。我、哦、干！之前来这边雨有这么大吗？哎、欸，这边雨是不是变大了、啊？好恐怖哦！摩卡觉得摩卡倒立之后，你们就再也看不到摩卡。明天早八，睡觉晚安，摩卡拜拜。啊，跟我说拜拜嘛，啊、拜拜。摩卡黑糖拜拜，有错了。巴拉，不会。欸、这边原本雨有这么大吗？这边是不是封面呐、啊？好恐怖哦！你可以告诉我现在。现在几啊？哎、欸，可以告诉我现在几呢？我几呢？Excuse m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熬一下摩卡，本来也想熬夜把事情做完，但太想睡觉，直接放进去睡觉。酒精晚安，好好睡觉哦。晚安，拜拜，抱抱抱抱，拜拜拜拜，慵懒抱抱，哎，懒馋抱抱，哪摩卡都会跟。抱抱，跟摩卡抱抱的 Believer 抱抱。嗯。因为抱抱很棒。对，我也觉得。抱抱真的是个好东西。你也第一次看到雨下成这样，对、欸，很夸张哎！我想我记得我没有这样子，他有没有什么特殊事件？这边遇到什么特殊宝可梦？现在几点？12:19。哦。哎、欸，你们可以来看一下演员室左边，你们也是这样子吗？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我们共同视听，同步视听呢、啊？哦，哎呦，哇，来这边玩打的也很爽哎、欸！演员室左方，演员室的西方。莫名其妙一堆雷声，砰砰砰！
个人把这个洞挡住哎、欸。黄安安安。我又把自己弄到奇怪。哦，你好危险。我现在在一直绕圈圈，我绕不出这个地方。对，现在迷路的好彻底哦，已经不是跟不跟着人的问题了，现在已经是我上不去。为什么他不能直接从这个悬崖跳下去啊？感觉跳下去就可以到了。你这边也是超级暴雨哇，一定是有什么事件，水军就在这边对不对？还是那个谁，洛奇亚，雨很小哇，每个人不一样是不是？还是钻石跟珍珠有分？现在超级大迷路哎、欸！我看你现在到哪？你的药剂够不是药剂，你的药够啊？不是应该都是往上走吗？怎么会是往下走啊？因为我往上走，但是往上走卡住啦、啊。哎、欸，就这边啊，就这边、啊，就这边。好，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好，你现在荧幕分享。好好好，你已经到了，你已经走到对的路了。啊，真的，真的。对对对对，这边就是，哎、欸，这边是你之后会常看到的地方。啊、你怎么开你的视讯给我看？你干嘛？啊，没有骗你的啦。啊，我啊，没事哦。来，不，那个白那个红衣服的，爸，回去回去回去。左边，啊，好，下面那边有楼梯，那边有楼梯，这边，对，右边，右边，然后绕上去，再上去，左右边，右边，下去，啊爸爸走错边了，抱歉，走回去，你再按慢一点哦、喔，好，回去那个红裤子那边，红裤子那边，对，下去，然后右转，下来。对，慢一点啊！好，对，右边，爬上去，这边上去了，爬上去。哦，然后你记好这个胖子哦，你之后要过来，如果你要生蛋的话，要经过那胖子后面。哦，啊，反正你要生蛋再跟我说。好，因为我刚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只有跟我讲一些宝宝，你还不强，他不让我，对，他就说等我更强了之后怎样的。现在跟谁通话？你很耳熟吗？现在跟一个叫摩卡的白痴。你才白痴啊！刚刚随便讲说你怎么开视讯给我看？刚叫什么？你刚刚是不是整个向后仰，然后用手去遮住镜头之类的？是不是？对。你可以不要干嘛偷看我的行动吗？我没偷看你行动，你的画面上面你的人就安安稳稳坐在那边啊！我在看什么？我真的超怕，我是遮着镜头打开 DC 血。好爽，每次都有用。不是啊，每次吓人都有用。我刚刚就已经确认讲说，哎、欸，我是按荧幕分享啊，怎么突然开视讯？打好了吗？还没。等那么久？因为我刚用了一招对他没有用，然后我忘记了。你是用电劈他是不是啊？对啊。好，现在跟你讲，电打啊不雷打地面没有用。好，要记住哦，会考。好。嗯。那再用什么打？再用电打。电打。对，他杯跟水。杯没有杯跟水都怕电，所以打他是四倍。因为我刚刚以为那一只是水，因为它蓝蓝。哎呦，你不能用颜色来判定，你也黑黑的啊！我是恶魔啊！啊，对啊，啊哪知道那么笨？你呆呆兽，你才呆呆兽啊！欸，我很喜欢呆呆兽，哎，呆呆兽很可爱。这周末回家，回我家吗？耶！哎呦呀！然后这里对，霹雳国啊！你这边没下雨啊？怎么会？如果是不认识的，生涯就结束了。摩卡不会跟不认识的人这样讲话。你说我吗？对啊。我刚怎样？摩卡跟
跟不认识人讲话都是毕恭毕敬，又请谢谢对不起随时挂在嘴边，然后不然你一开始也会啊，那就不好意思前辈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哎前辈不好意思，前辈不好意思，那、啊、现在还是有啊，那、啊、现在还是会啊，对啊、哦、我走出来了，对恭喜你，然后攀附上去就好了，然后请我喝一杯多多绿哦、喔。好啦。Yeah。我用 Uber 叫去你那边，我选择现金付款。哦，看。我都说不好意思，这可能是二次去哦、喔。我没有叫啊，恶作剧吧。我说你是不是喜欢我？故意送来我家。是你说你要的，不是啊，我说你不是叫会叫一个 Uber 过来，然后现金付款啊，你不是请我、喔、我要、啊、没错我要啊，哦、啊、没有要出钱呢、啊、我帮你离开洞窟，哎、欸、你那边哭，好啦好啦，你又不知道我家地址，哎、啊、你知道没有，你没有跟我讲详细地址，好，我只跟你讲说到哪一站而已，就到哪边到哪边这样子，其他就是自己搭公车没有之类的，也就是站在那边等到半夜十二点，可能就可以看到了。嗯，路灯下有的之类的，他在干嘛啦？你好吵、喔，我说聊天室，好，晚安，拜拜。没有，从刚刚就一直问我一些奇怪问题，再一次问我说什么现在几点？你跟他说没长眼睛吗？自己看呐、啊。没有，没有想理他。我今天有一个来乱的观众，他连续来乱了两次，他超坚持要来乱的。嗯，他很坚持。哎、欸，问一下，如果一个男生这样对你这么坚持，你会觉得很烦吗？我把他 ban 掉了。哇。我 ban 了他一次，我的扳手把他也把他 ban 了一次。那负负得正应该是减 ban 了啊，对不对？没有，他现在再也不能在这边讲话。感觉第四个就会翻船了，我第四个。现在大量中千香果，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些果开始，像桃脯果吧，不是桃脯果什么？桃脯莲脯果，那时候一直产不出来，然后现在终于啊品质稳定了，我们可以参加鸡料理大赛。品质跟数量稳定，可以参加鸡料理品鉴大赛。你听不懂对不对？耿鬼打四天王，我就很期待啊！你要不要直接打一打？你先存档去试水温看看，要不要？好啊。我给你们他的台，看他怎么翻车。这是他的台，可以看他翻车哦。哎，真的，我现在还没。我还没带好我的队伍。好、哦，怎么有间谍？有一只猫，一只导航在里面。啊，就是还没带好啊！我现在要换成六只耿鬼进去，就突然就有一个笨蛋冲出来。你平均几等啊？大概没有60，没有60。好，加油！加油！加油！有种完蛋了的感觉。儿子完蛋，看笑话喽。是啊，有爱当然有办法，就嗑药啊。对啊，我一定让他们嗑药嗑爆啊。不是，我所谓的嗑药是第一局，就先把防御那些嗑到嘛。那他打你就不痛，你就可以慢慢打，你可以轻松打过他。感觉也是可以耶。就很无脑啊，所以有很多的方法就是。有人只带一只宝可梦进去打，就这样打过，这样子。哦，对，探探长那时候 ban 他，还不小心 ban 了两次，但是他永远不会回来的。你说炭治郎吗？啊？你说那个叫炭治郎吗？你说那个在乱的人吗？对啊，不是哦，因为那时候我聊天室有一个叫一个炭治郎的头像，哎、欸，他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他说他是个日文字，
你继续说。他说他第一次看我台嘛，通常第一次看台很高几率都是来乱的，对不对？我就说炭治郎你要乖哦，你不乖的话，我会把你当鬼一样杀掉哦。他说不要把我杀掉啦。他是真的很乖，没有乱啊。但是我觉得我跟他互动很好笑。那时候在抓那个啊神兽的三柱神，你后面也会遇到啊。啊。然后他就回我说，我是第一次看人家抓三那个四柱神抓这么快的。那他很棒哎，我今天来哦，对，他叫小丑，他叫 Joker。馒头，馒头，来了馒头。他第一次。我卡是馒头。啊，好好好好，馒头馒头，等一下，我先开一下光。对，那个 Joker 他就说他第一次来说第一次来看台，他现实都没有朋友，他好难过，他需要有人听他讲话。我就说哦，他需要有人当他朋友。我就说哦，好啊，Mocha都把 Believer 们当朋友。然后说后来他就突然抓了一串脏话，他就被我 ban 掉了，然后他又改名字回来了，而且他回来了，这是他第三次回来。喂，我怎么是在峡谷？不是啊，我不是从雨林回去啊，怎么是在峡谷干什么？是飞我啦，等一下意外。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然后一样高欸，一样高吗？我比你高吧。一样吧，你零还一？我你一的话就一样高啊。我快零，那就一样高啊，一啊。我比你高一点点。你不能把羽毛也算进去呢，小姐。没有算进去啊！你看我的头发。半只吧，你看哦、喔，我准备了，我站好了、喔。好。有没有？没有。我就是一吼。那我就是零啦。不可能，零零更高一点好不好？那我就是偏零啊。谁带路？我牵你。你牵我好，嘉欣带路。嘉轩，不好意思，又叫错了，没错，叫错。那我先把今天火吃一吃。叫嘉轩。嗯，谁？嘉轩。没有，我们在讨论今天就是来乱第三次的那个家伙，因为他真的太好笑了。好，不吧。好了，抱歉各位，我回来了。我觉得你卡比兽应该打一阵子。没有效果，他是一般系，不能用幽灵打他。Oh. 哇，你又要睡了，哇，恐怖的阴影，仿佛回到了摩卡的回忆。好糟、哦！想起被睡觉支配的恐惧，想起第一次被羞辱的恐惧。哎、欸，摩卡啊，等一下牵手、哦，我说游戏。好，我知道。你看，我觉得怕有时候乱讲话，讲到他们会以我被误会。我这边应该没有咖喱粉啊，没事没事。我咖喱粉就是独角兽粉啊，就是哦，独角兽骑士吗？对对，我这边没有。坏了，没有啦。你们都知道，我就知道。他带三只梗鬼六，没有，现在我带了四只。哎、欸，坚持你的好吗？没有啊，就那个时候想说练一下别的啦，然后你那个早晚就会练到的、啊，二周目开始练比较好。对哦，二周目练很快啊。对啊，没有嘎奇啊，大家都很快。只能说皮带不会断哦，那我先去练一下。又是哈欠，不用怕啦，哈欠而已，赶快换掉就没事了。你也哈欠回去啊？有没有哈欠啊？你没有，没有，完蛋了。我换一只，我换一只。
怎么会有奇怪念法叫嘎奇？嘎奇，没有，那是日文。哦，嘎奇。对啊，嘎奇粉，是独角兽粉。哎、欸，我看有没有带炉火？有。等等，我先用扫的。哎、欸，白痴哦、喔，我没有了啦，吃饱馒头了啦。算了，陪你烧。一天只能吃两次啊。对啊，我今天吃很饱了。对战塔不会，那玩家对玩家咧？就是等一下如果来这边的话，应该不会断吧？哇，也不会。好。没有，真让我想不到。胖胖猫压变卡米，对，刚刚那个画面超好笑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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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打不到我，打不到我，打不到我！先回去好了。快要提点水到。45等，哇！我练嘛，我练，好不好？我练，我就练。你真的很想羞辱我哎！也没有啦，我一想我可以等级很低的练到。那奥古院几等？奥古院三十。那我去声音课单来跟你玩。怎么啦？哦，你不再跟我讲话、啊。我跟你讲话啊。哦，我说来啊来啊。Hello, Primus. How you still here? I'm so happy. I'm back. Oh, oh. You just leave and come back. Welcome back.算了，不练，不生了，练等就对了。我练快一点。怕奇一直不帮我多捡几个幸运蛋。Gosh, my grandma, that's okay. My grandma is not well too. My grandma very bad, very poor, poor grandma.借他我的美纳斯就没办法羞辱，你要有他的好友啊，不吧？你要你那你借他、啊。我要去一下洗手间。好，拜拜。I go to restroom. Wait, wait, wait a minute.
45等呢、欸，打多久？有粉丝跟你讲话，跟你说嗨，嗨，跟你说嗨，他是外国人，嗨，你好，不会英文。His English not very well, but he say hi to you. Bad bad. English bad bad. 我是知道他。没有，怎么了？没有，我刚只是进。你有没有先存呐、啊？对啊，我还没有，我还没啊。你等一下直接进去了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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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你要啊？你的伤药那些买一买啊？对啊，我打算。因为输的话是会扣很多钱，赔的话就是全部买，买到你没钱为止。那、啊、你进去就不能换宝可梦了、哦。我知道，我现在要换回六只耿鬼。我的坚持。会烧完还会剩两个箭头，我以为烧完只剩一个箭头。你剩一个箭头，应该路上的火有吃到一些吧？你应该有吃到路上的一些烛火吧？突然想到，竹篮第一只是花岩怪，它完全被克成。对啊，竹篮第一只不就是狂丢暗影球吗？那、啊、我也跟他狂丢暗影球啊。他好像不怕。它是幽灵加地面，打完可以跟另外一个说话？没有啊，没有啊，不行啊！你看，哦，幽灵加二哦，啊不是地面哦，白痴哦，啊人家叫花岩怪，他就没有半个地面。用妖精打他，他有啊，他有魔法闪耀啊，他什么魔法闪耀？他的耿鬼就是百变怪啊，我都学。但是我朋友教我，我就说这一版一定要这样子玩啊，你要身负多肩，嗯，身兼多。你在等我都不对，快了快了快了！你，我，如果你真的要的话，你可以回家，因为你那边还可以再过来。你买了吗？你说买药吗？某某鲜奶还不错喝，500块回100滴血的样子。
看你有没有要。我现在有。你看一下好伤要回多少？好伤要回二十，回六十，我有二十瓶。对，阿嬷嬷鲜奶是500块，回100滴血。你考虑一下。好伤药是700块回60滴血，我还有很多的厉害，什么？你进去就不厉害了。厉害伤药，你进去就不厉害。反正我有存档，我等下进去，我觉得状况不妙的时候，我就关掉重来。好，那你打之前会跟我打，你进去。我快好了，我快好了，我快好了。我出不去。你存档啊。阻挡啊！鲜奶还可以增加一点亲密度哦，真的假的？哎，馒头吃完了，可以关掉游戏了。哦，好。等一下，我先按home回家好了。我发现是每次都是直接关游戏关到，然后判定我是在上上上个存档点，我没有乖乖回家。百货公司二楼就有鲜奶了吗？五楼我记得，哎、欸，有果汁牛奶，可是要350块。哎、欸，好像有点办法，好像没办法侮辱你，而不是侮辱你羞辱你。为什么你要侮辱我？我讲错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太过分了！我没有想要侮辱你，听我解释，我没有那个意思啊！你不要真的哭哎、欸，你哭没有用哎、欸。你要什么？我要什么？没有要侮辱他啦，我要羞辱他。哦，他要叫你吃那个药啦，就是加就战斗中加特防防御那些，就是让你开场就是慢慢叠一些防御能力，就他也打不死你那样子。二楼啊，啊，如果你是要某某鲜奶的话，是在那个孵蛋的那个镇，孵蛋随意镇。对，然后往上直直冲，冲进那间房子里面就有卖了。变态发言怎样？12点了。可以吧？他也成年了，我也成年了，我就不信他不开黄腔。好，我等下去。对，恶魔而言，410岁是成年还是未成年？成年啊。嗯，那你们几岁是成年？在人间算成年就成年了啦。那你们恶魔那边几岁是成年？哎，你果汁又不收，你看都熟了，你又不收。啊，我就没有回来看嘛，而且我都忘记他们种在哪里。没事，你可以打开地图按加就可以知道了。好的啦，哦，学会新知识。对啊，恶魔其实不太在意成不成年，反正都在做坏事。那魅魔嘞？他跟我们不太一样啊。那你有认识的魅魔？你可以去问问看阿嘟嘟，阿嘟嘟。我不认识他。我可以帮你问妹魔有没有成年的问题。好，再麻烦你了。你要很开心哎，我会这样子。没有，我只觉得阿嘟嘟一定会觉得 what the fuck。我们出生就成年了、啊。我好了。发生什么事？爆炎。前辈的爆炎。你说随意正往上爆冲吗？爆炎，对，就是你骑脚踏车，然后往上冲。好。那你冲之前要不要现在打一架？好啊，我们改66好了。
我在等你耶，来给我庆祝。哦，真的哦。哦，真的哦。我不跟你讲。喂。我准备好了，我只是看可不可以。小雪安安。啊。好，等一下。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就要敷一支新的，再来跟你打。你看你来，你说你要在两下之内把我打烂吗？不是啊，这个玩法就是两下打烂的啊，六六啦，八八六六。然后我去找你，不要动，哦、我去找你，我去找你，不要动。要讲六六了，哇！手指太自然了啦。我头手指再粗，手指很自然就按八八、啊，因为之前都八八。我想说八八应该他们在交易还是什么的。没有，这边好空、哦。跟你脑袋一样。你笑得好开心哦、喔！我在哭啦，我很开心可以让你那么的开心，好吗？我超难过。你看你还可以笑那么嗨，好烦哦！就嗨嗨，来吧。一只哦。你六只应该不会想跟我的这六只打哦。不要，我们一只。我就选这一只哦，你那个队伍救命！完蛋了，他打不到，我打不到。为什么？你是要用什么地震打我吗？没有，我这边只有幽灵。你只有幽灵？皮克西呀、啊。那我是不是赢定了？那是不是可以慢慢玩了？啊，比如，哎、欸，啊，你完蛋了。我看一下，大概五下吧。好，你再撑一下。笑死。全都幽灵，找到在指引有没有？我没有给你的，羞辱笑话。等一下不行，我等下换另一只跟你打。哇，好开心哦！这游戏怎么那么好玩呐、啊？你那一只不止幽灵。再打一场！我的天哪、啊，好烦啊！哇，好呛哦！好像，不是好呛，我是被口水呛到。没有，我这边刚好没有。刚刚我们在互呛的时候，有那个我的扳手说：“哇，好呛、哦。”超北京，我觉得这样子我就有胜算了吗？我也不知道。哎、欸，哦不，不行哎、欸，速度太慢了吧。你速度太慢了吧？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我这样子哦、喔。啊。你看哦、喔。好靠背。知道了吧？然后如果你如果速度，因为我刚刚在，我就担心说这次速度会比你快，没想到你速度这么慢。你知道吗？如果你刚刚速度赢我的话。你就会输我了，但是我赢啊！好，我再去，我去生一只小只的来跟你打，你就会赢了。大家、啊、认真打一场，认真打一场啊！等一下，我刚刚我换另外一只哦、喔。
你不玩了？没有，我还在。啊，你速度那么快，要死哦！要对战，终于赢了。刚刚直接被当沙包。直接一整队吗？你要吗？你要我也可以哦、喔。你决定。我决定。你决定。我这一队可以吗？我想一下哦、喔。我这一队好像不行、欸，我试试看，玩玩看好了。因为这一队还在练啊，技能都还没起来。反正我这边是一堆耿鬼。不是啊，我一只37等，一只40等啊，还有一只46等啊，应该可以吧？来吧，搞搞，耿鬼速度都蛮快的，我也以为很快啊，谁知道？喜欢慢慢来吗？想不到吧？想不到，真的想不到。装黑色球，什么是装黑色球？嗨嗨，应该不会痛，这才40等耶。果然，我只是还没去学技能呢、啊。等你学完了之后，我又是六颗沙包了。我刚刚就在练等级，想要顺便带这队来练呢、啊，所以技能全都还没学、啊。哦，对啊，这是应该可以玩的吧？你要不要睡觉？你要睡觉？就是我有没有要睡觉？对。你要通宵？不是啦，睡觉。哦，靠背。你要不要睡觉？你要不要睡觉？帅了啦，帅了。哎呀！Oh no， 当我没事。哎、欸，不是，哎、欸，不是，不是什么啦，是啦，是啦，我要种子炸弹呢、欸。他在睡梦中死去，他又安详的去了，他又安详的离开我们。你应该用对战塔的规则，哪种规则？晚安，晚安，要不要睡觉？嗯，不要，不要。你玩对王死梦啦、啊！你放水哦、喔！没有玩错了，干！他这边写效果绝佳。我又没睡觉，你要怎么死梦啊？哦，对，哎，对，对，被造成睡觉的沙包打了。好像咪咪在打你，哦，不是，所有的画面。欸、抱歉。我觉得我看起来比较……再一下，再一下啊！没了吗？啊，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我还在睡。他、啊、醒来了，好、哦、恐怖啊！把石梦换成精神强念啦。
啊，他有一大堆精神强力，好不好？我要改吸取权呢，你要不要睡觉？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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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闪呀！我就不睡，我就不睡。抱歉，要太开心。没关系。哦，好痛好痛！哇哈！去死啊！我靠！不要撒娇。我可以玩一下这个吧。好啊，给你玩。快吧，几等？三十七等。你还记得上次被他羞辱吗？我还记得。羞辱喽！啊，是我上次是直接被他击毙吗？没有，被九滴戳到死。哦，对对对 对, 對。你不是说你记得？没有，我只记得他羞辱过我，但你羞辱过我的方式太多。好，没了。我没练起来啊，他死三等。现在是我还笑得出来的时候。叫啊，叫大声一点。叫，我叫你笑。干你速度太慢了吧，受不了哎、欸！这干什么？我怎么会知道、啊？你不会累吗？还好哎、欸。你干嘛是同命啊，这么想死哦？一次就好了啦！我看你把我打死，我这是刚抓的，打不死啦！会惊哦！都没有效果。嗯、我怎么没死？因为我先死了。我不用蛮干的啦，你速度好慢哦、喔。我被当沙包掉的。哦，有了有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蛮干，来吧蛮干。我干，好爽！又被封印。你为什么不直接让我死啊？没有啊，因为我刚怕你会先把我打死啊。好啊，一起死，一起死，来一起死。只有我死。哎、欸，你也死。对啊。复活心快，吓到了吧？
Oh no! Oh no! Oh no! 你是不是记得他？我记得他。你是不是记得他？这招请拿来打四天王，不要拿来打我，好不好？你可以拿来打四天王，不要来打我，好不好？会怕。第二层。姑娘，请接招，我来喽！来吧！啪！哎，靠背！我刚刚用了同名，同名要两回合吧？还是刚我故意撑到第三回合啊？势均力敌的决斗，势均力吗？没有吗？你这次刚好队伍没练起来啊！我还带了一只想要来自杀的，就没有自杀成功。啊！我只有一只自杀成功。我想说，你那时候如果一开始打我，把我那打到残血之后。我就可以帮你变成一滴血，然后一滴血之后，我再用那个先制招，再剪尾刀，你就输了，懂吗？看来你是不懂。对，我不懂。没事，等我生出来之后，你就知道了。你就会不敢打我了，打我你就会死，不打我你也会死。那我会选择安详的离世。你就只能用同命了。好，我们去锁衣部，啊，断掉我们就关台，对吧？那今天要开几点？两点？不知道。你真要打到完吗？我在想要不要留到明天打，我现在在买牛。买牛奶。买牛奶。一瓶500。继续用同命就平手了，对他没有那么聪明，没事，一瓶500啊，你的好伤药一瓶750，哎，还700，懂吗？怎么算都是这个比较便宜啊。对，我直接买吧。要散步了吗？去哪散步？你要跟我去散步吗？没有啦，要去抓伊布。今天是什么？直冲熊。我们先去把果实捡一捡，捡拾小队，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要去锁衣服，这里，50瓶应该够了，够啊，一目，我觉得我这边观众应该快要高血压了，不会啊，看我的操作。没事啦，这样才好看呐、啊。超笨的。我本来以为我会灭，你知道吗？那时候想说，我剩2只，你还有3只，哎，会真的翻了吧？翻车了吧？没有，结果我还是太笨了。我看到卡布奇诺在你那边打说，用同命，用同命，太坏了吧？想干嘛？要想笑的是一开始那一场沙包啊。好不过你看他就很烂。好 ,M 晚安。反正伊布很难连啊，连到。我爸还没连到就断了，对的啦。我要连2次就断掉就关台。明天开台再来连。等下关台休息一片。还好没跟你打赌。对啊。没有，因为 我真的是考虑到，因为大王宴的速度，我不知道真的有那么快。应该说，我不知道你速度这么慢。
炉子果，好新的哎、欸。包包没有有的。哦，知道。Hello。先出发。对，就是这个速度强化那些东西。你一个吃一个吃六次就好，就是一个吃六次，那我要36。嗯，就是啊，但是如果你换掉的话，效果就没了哦。你要注意到这一点哦。换掉就没。耿鬼理论上速度不会这么慢，我也以为啊。到底是为什么？是，而且我给你的耿鬼速度也比较比我的慢呢、欸。我等一下看一下我的耿鬼发生什么事。一定有提前有合，或是你有对他做什么怪怪的事？人家耿鬼速度110，超级速度手、欸，我知道啊。所以我刚刚就在想说，我要生一只傲骨燕出来，还是用大黄燕打？事实证明，还是傲骨燕比较好。大王燕速度也125吗？对不起，哇，大王燕速度125哎、欸，哇，我们太低估大王燕了。我刚刚应该先看这个东西的。努力值跑掉了。什么？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我观众说的。哦，你的那只一周目很难训练努力值啊。傲骨燕85哎、欸。哇，来啦，一步。点一步咯，各位。哇，连一点也要三点。如果顺利到40的话也要三点。哇，先试试看吧。进去就直接喝吗？不用啊，哦，进战斗再喝。啊、哦，喝一瓶，喝六瓶。对，就是通常都是你先看一下它长得像什么东西，就是感觉会用魔法攻击的，你就先喝特防；会物理攻击就喝防御，然后就大概喝个4瓶5瓶之后，然后再来喝加你的特攻，懂吗？所以我会被边打边喝，我就要边打边喝这样。对，然后你就边打边喝，然后再喝啊！你看有什么解麻解毒那些也要买，好全副药吧，叫什么的？看看啊，对，我有买，我有买。好好好，就边补再加上会回状态。哎、欸，黄金喷雾好。老实说，我也第一次看到那么慢的歌。有那么糟吗？没有啦，是耿鬼的速度110。哎、欸，啊，大王爷的速度125。啊，我是刚抓的，而你是一路打上来的，就是努力值一定会乱跑啊，因为努力值是打特定宝可梦会加一些特定的速度。看一下他们的能力。对，你会看吗？皮可西速度153啊。不不不不，你这时候按一下 X 键。X 键。X 键。有吗？有看到吗？对，你现在看到有没有画面？啊。对，你现在看到，你再按一次 X 键，要有黄色跟蓝色的东西出现。啊。对。啊。那个蓝色就代表说你的努力值啊，黄色是你原本基础的能力哦。可是你练等级才46的，你的大王燕吃了营养剂？我没有，我没有。我看一下，我刚刚只有打皮可西跟雷丘啊。皮可西跟雷丘，雷丘是加速度吗？我记得不是呢。有，
看一下类型，看一下大王烟，刚是打三场四场吧。努力只跑到速度不好吗？速度是好的啊，看不出来。HP 跟速度，雷丘速度加三哦，那也还好吧。我速度都有150以上呀。那个是你基础，那是基础的能力，然后再算努力值。那我看一下我大王焰哦。我大王焰基础是144啊，我干还是加速度的哎，白痴哦，刚好是加速度减特防，哇，练错字了。好啦，丢卢失败，我会再努力的。哦，我的指引游跃是降速度加攻。我觉得我明天再来打。你要休息了、哦。对啊，今天开好。开多久？我从八点开到现在，然后我下午还有一个突发。明天呢、啊？没有啊，今天。对，我今天已经开了，我想一下，突发两个小时，然后八点到一点。五个小时。五个小时，我今天开了七个小时。那还好啊。不，没事没事没事。你先试打看看好不好？好，我就先试打，不用钱。好，泥鳅哎，突然过了。对啊，怎么突然过了？你是可以过啦，如果你真的要嗑药过的话，你先不嗑药试试看打。你会觉得他难打还是我难？好，我来。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在壮大你的信心。啊，殊不知我一直让你信心受创。不知道哎、欸，可能因为一直被羞辱吧。你就拿他们出气啊！就发现说你怎么连他们也打不过。对啊。金币护符，金币护符，就看你有没有带啊。因为其实真要赚钱也不需要打四天王洞赚钱。也可以啊，反正你就丢在其中一只上面，懂吗？啊你，对，可能你首发死掉，你就可能一直换，总会换到金币护符那一只。啊。对啊。欸，你那时候不是有拿到那个，哦，你有没有拿到讲究眼镜还是什么的？哦，你都没有乖乖问 NPC 哦。我没有回去问，好累喔、他在神河镇的一间屋子里面。哦，没关系，我先这样子。那个是让你的特工招式增加的哦。哎、欸，是啦。好呀。没有啦，我说什么皮卡丘来了啦。神鬼理想是胆小内敛，加就加速度减物攻，或是加特攻减物攻。哦，还要顾虑到他们的个性。对啊，所以才会需要养烤羊。七。嗯。啊，你有吗？有啊。我可以血量最低的带一下好了。不是吧？血量高的带才有用，你血量低秒了你也回不回来啊。应该说比较能撑的啦，像有什么催眠之类的，给那种东西带会比较。等一下找王怎么玩的，让你睡觉他慢慢回。嗯，好糟的回忆啊。怎么会？又不是什么把你吞下去，然后再把你吐出来之类的。你是做坦肯奇吗？对啊。那怎么又是一切哦？哎，我没有让他们睡着的方法，但是我有食梦，为什么？好笨哦！
好，师母晚安。来了吧，来了吧！如果一点半没刷到，就关台喽。他居然没先知之爪，啊，他就前面都没有在问 NPC 啊。孟特姆克因残暴的要死，我觉得孟特姆克因很屌，因为先知之爪是理论上来讲是你获得的第一个可以携带的刀子。还不问啊，那个是有机会让你可以抢先第一个攻击的东西，你竟然没有他，因为我懒得问。那你就累一点而已啊，你前面不累一点，后面就累一点。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也许可以能打赢啊。可以啊，你可以啊，我都觉得你可以打赢我啊，你就觉得你不行。我不知道你经历过被吊起来当沙包打的羞辱之后，我觉得不行。你是说刚刚的事件还是之前的事件？都有。刚刚是意外好不好，你怎么会知道我是拍的是小鸟啊？主要我不是小鸟，我是拍出的是一般戏啊。对啊，我完全不能动你。对，我却可以动爽。我不要你，不然你有多动画，我不要你。博士眼镜，哎，博士眼镜要白天拿哦，白天在神河镇，好像是神河镇哦。好，那我明天要去拿。神河镇是什么？神河镇是一个小镇啊。好呀。如兰他阿妈的地方啊，然后左上角的屋子里面有一个戴眼镜的人，你跟他要，他就会给你，把他眼镜干过来的。对啊，白天晚上哪都有，晚上是加二属性能力的眼镜，然后白天是加特工能力的。哎，我讲反了吗？没事没事，你看你让他不能使用地震了呢，真棒！棒毒！你这样很像聊天室的在雷啊！有的帮你讲了。他们没有雷，是我自己在雷我自己。我要聊天室的名字啊。啊！所以跟你讲，同命是不是有用？好像是有用的哎。对不对？反正我会教你这一招。我这一次被打死之后，后面都是同命。这一招真的是不外传。那时候他们讲很难很难，我真的很害怕我打不过，所以我全程都用嗑药过的。可是后来想想，好像前面有些可以不用嗑药也可以过，就是宝可梦会，因为我是担心宝可梦死掉这件事，所以才会想要嗑。如果就是中途一些会死掉，很正常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打得过。我觉得他们已经死到我觉得很正常，还真是我太烂。博士是晚上，所以先下去。没啊，等他打完，等他打完打失败再叫他去就好。有没有？他吃了果子。先睡晚安，好，谢谢嘉轩。孟赫，你是谁？吴克英？我不要，我有你。瑞士刀型的耿鬼，
可以拿达人带。达人带是干嘛？有人提供了那个指印游月吗？对啊。欸，这达人带不是他等去玫瑰公园才拿得到吗？效果绝佳，威力加20%，哇哦！难怪要带，欸，那很棒哎。不是你不是有四招攻击招吗？四种属性。啊。那那个东西是，如果你效果绝佳的话，伤害加20%。哦，欸，那加很多哎。对啊。好亮哦。在干嘛？吉利蛋。是啊，发了10分钟了，啊，一步嘞。我就看看你的 V 多高。带达人带很适合，就70P在跟达人带在选不是吗？你在干嘛？这么快就要救人了，喔，打完再救吧。反正没差，现在不太痛吧。好，等一下我就拜。好，欧云爸爸，拜拜。十分钟锁不到一步，不是正常的吗？不正常啊！我上次5分钟就锁到了。我先要晚安，晚安。也是啦，锁不到最好，刚才去剪片。好啦，哎，我要去剪片了，你最好不要让我锁到，锁到我就不能再剪片了，这样子讲。然后你就一路剪片剪到早上。对，就遇不到一步。没事啊，剪片很快啦。今天应该蛮好剪，今天很多好笑，今天都在开车。也不是开车，没有啊。我说今天我们那个麦块的游戏哦，第四批在 PVP 会对战打比赛的，因为尊贵不到。哦，我知道啊。两一步你就不要给我出来啊！我要去剪片了哦，我真的要去了哦，我要去剪片了，一步拜拜哦，晚安晚安，一步拜拜，我真的要去了哦，加油！还剩下1分钟哦，我觉得我已经不想打了，欸，为什么打不过？因为他一直在回血。不是啊，就是你他回血只能最多10次啊。哦，真的。哦，他有光墙哦，我哭啊！他用黑色屋，我卡不会累吗？会啊，我现在超累的。当初说百变怪也是很累，原来一步也差不多。一步是这边是5%几率出，然后刚开始出另外一个5%叫做吉利蛋，吉利蛋是昨天的啊，因为这边会出昨天跟今天的，所以一步5%，吉利蛋5%。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吉利蛋出2次了呢。我觉得明天我们再来打4天王好了，我好累啊。啊，我要关台。OK OK。好了，29分了，来哦，30分的时候我就要关台喽，一步拜拜。喜欢片再来抓你，完蛋了。开门吧，大家拜拜。拜拜。啊，30分了啊，30分了。好，这是最后一刷哦。那如果是一步的话，我就抓喽；不是的话，我就走喽。哇！
是伊布哎、欸！我要跑了。好了，感谢各位，大家晚安，明天起床再开始刷。就这样，感谢各位，大家晚安，拜拜，简单简单。He said bye bye. 谁啦？啊，兰兰，你怎么出现了？啊？好、哦。啊，各位 believer 们，等一下，我这边我要关你那边的麦吗？可以啊，看你。好。好啦，感谢各位，我再偷看一段时间了。哈，好啦，那先到这边，各位晚安，赶快把记录档传一传，我要剪片了，大家拜拜，拜拜，拜拜。